谢，张家正一马当先，黄色闪电也冲了下来，张家正冲到中间，这才是跨栏王者。8.09，红队7.87。这次里面，团队跟团队分别打破了目前大队纪录的8.46，一起。到七了，嘉森。就是记录呢，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发言。我要真正的对手是Zing，目标是干掉Zing。所以我要告诉大家，我可以教，也可以夸。好，三队的第一棒啊，蓝队的赖 key， 红队的练词语以及黄队的流星雨已经要准备起跑了。比赛开始，三位选手几乎是同时跑过第一个拦架。不过流星雨刚刚跑过第一个拦架的时候，有稍微踉跄了一下，不过速度马上有追上。极限冲刺是小豹率先通过终点。蓝队12秒09，红队11秒94，黄队11秒63。这个没事，喝水喝水。是。好，第一棒的成绩出炉 ，Likey 是12秒09，流星雨是11秒94，第一棒最快的是小豹叶慈玉的11秒63。第二棒已经就位了，蓝队的陈飞，红队的陈瑞，黄队的林运书准备起跑了。红黄两队的领队呢，对于自己的第二棒的选手 Yuri 跟运书呢，都非常的有信心。哦，下雨啊！是啊，要吹风扇。是陈玉率先跨过第一个拦架，紧接着是林玉书，陈玉的动作非常的流畅，而且在空中滞留时间呢是比另外两位选手都还要短一些。红队16.34，太好的，这么好的，11.87，红队11.56，有进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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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前面两棒加总，红队是23秒97，黄队是23秒81，蓝队是23秒65。好，所以在第二棒跑完，蓝队领先第二名的黄队是0秒16而已。好，男选手要登场了，三棒蓝队的黄宏轩，红队的夏普阳，黄队的歌舞笑太已经就位了。哇，比赛开始，一开始，夏普阳冲了出来，突围。红队呢追赶了一些秒数回来了，我是振奋炮，红队9秒00，红队8.84，红队8.59，哇，夏普阳的成绩已经是超越了曹佑宁，成为了大会纪录第二名了。而前面三棒跑完呢，黄队的成绩是32秒83，红队超前为32秒56，变第二名，而蓝队依旧领先32秒49，但仅仅领先红队0秒07。好，三队的第四棒，蓝队林辉煌，红队庾澄清，黄队彭尊准备起跑啦。比赛开始，三位选手如箭如弦，拼命向前冲。只见到林辉煌领先，直线冲刺通过终点。我的选手和谁压住了？9秒93。黄队9秒91，黄队8秒97。维持。前面四棒跑完，黄队加总是42秒76，红队是42秒47，蓝队依旧最快41秒46。最后一棒啦，蓝队的涂善存要开箱喽。哎，红队张家生全中运跨栏2连霸的选手。黄队的 Z 是全大运跑进前八强，台北市中运会金牌的跨栏选手，能不能够打破大会纪录？比赛开始，张家正一马当先，黄色闪电也冲了下来，张家正冲到终点。
九，排六八点零九，全队七点八七。这次里面团队跟团队分别打破了目前大会纪录的八点四六，恭喜！到七了，加三。宣布一下大奖的秒数，蓝队51.25秒，黄队50.85秒，红队50.34。其实我压力真的非常大，因为当初梅哥就问我说：“跨栏需不需要请跨栏教练？”就很笃定跟他说：“不用啊，跨栏我来教。”就是记录呢，其实我一直都没有放在眼里。我要真正的对手是你。目标是干掉自己。我要告诉大家，我可以教，也可以跨。请宣布得奖的是张嘉生。Yeah！ 其实我压力真的很大，不压力真的很大，因为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是我的项目应该拿，那我觉得我自己觉得真的很不容易，因为每一队的实力都很强。每一队都有给我很大的压力，但 MVP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的，是我们整个红队。谢谢大家愿意相信我、支持我，谢谢大家。就是非常感动啊，也很感谢队友或是大家，我觉得已经没有白费自己的付出。